哇！喺疫情之下呢，麥當勞呢都要分開坐啊！咁你睇下啦，嗱呢個麥當勞，咁就嗱中間嗰度唔俾坐啦，以前可以俾坐嘅，嗱而家再隔開台坐。咁呢有都仲可以堂食，咁大部分都外賣。嗱隔開坐坐，呢、這個隔離嗰張台又唔坐得，再隔離嗰張台先坐得。啲凳呢都黐晒紙，還俾人坐。唉，疫情之下真係煩。今係4月4號啊，清明節。好啦，係咁多。